嗨，Icy，嗨，现在我们做这个越南和台湾的文化，那么要了解这个台湾的概况，它的情况，对不对？先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啊，台湾有多大面积？大概3万6千吧，对不对？3万6千呢，平方公里。OK，正确，大约啊。OK，小莲，第二个问题，台湾一共有多少个县好像是13个吧。？OK，准确，很好，很棒，好，那再问一个，Icy，台湾最大的城市是什么？好像是台北吧。台北。确定？决定。台湾有高雄、台中。啊，台南。彰化、台南。花莲、还有新竹。新竹。新竹，对，确定是台北。对，最大是台北。OK，确定。等一下，那台北的标志是什么？那个我不知道啊，应该阿莲知道。小莲补好充一像下。是那个101大楼吗？是不是？对，101回答正确，是的。101大楼是观光的，对，你们从越南呢去台湾的时候呢，到台北可以旅游，可以上这个塔上看全景，全台北市景啊。对，101塔很好。那还有呢，这个台湾最高的山是什么山？最高的山，那个我们是不是那个玉山吗？玉山，然后再加点难度啊。玉山，玉山高多少米？我们不知道。大约，4000了。大约4000是吧？OK，差不多了，3910米啊。OK，还有一个，那台湾最有名的旅游的地方。讲三个来，旅游的地方，对，我只知道那个高雄大学吧，高雄大学是教育的，最有名的，以前你们听过没？因为我上小学的时候啊，我们在书上第一课就是那个著名的旅游景区山东泰山。杭州西湖，还有桂林山水、江西庐山瀑布，还有什么台湾日月潭，还台有湾乐团，日月潭，日月潭，对，你还没觉得？然后日月潭是那个一个湖吗？对，是的，是的。我听过了，过一年，过了。好了，我再补充一下啊，最有名的日月潭，然后台北故宫，台北故宫，对，和北京故宫是一样的东西，并且比里边还更真实，因为它那个都是以前蒋介石从大陆带过去的，都是真品，都是真正的国宝。还有一个太鲁阁，什么？太鲁阁，什么？太鲁阁是一个景区，风景区，有机会我们一起去看看。因为现在做台湾主题文化，一定要我也希望啊。渐渐的了解更多的台湾相关资讯。有机会呢，我们最好呢去台湾转一转，实地考察一遍。我们也希望可以去呀。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哦。还有台湾最有名的特产是什么？当然是台湾奶茶吧，奶茶珍珠吧，珍珠奶茶。还有呢？还有那个高山呢，高山茶茶叶叶吧，高山茶叶。还有，还有车轮饼，对，对，我们楼下卖的车轮饼啊，很好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
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，是台湾的人数是多少？人数还有几数。OK， 记清楚了。嗯。以后介绍的时候有资料啊。刚刚呢，我们这个介绍了一下台湾的特产。哎，我别大三国大乱了，健康。茶色啊。懂，瓜懂了。大家好，我是 Steven。从今天开始呢，让我和 Ison Lucky 我们一起呢拍摄台湾和越南的美食美景，把越南最美的面呢分享给大家。那我们会找机会呢，把台湾的朋友在越南创业的故事及台湾的美食美景分享给大家。那感谢大家的支持鼓励，谢谢大家。如果大家有好意见和建议，欢迎大家留言，然后会努力改善，把我的视频呢做更好，来上更高一个台阶。OK， 谢谢大家，谢谢拜拜。